今集我哋请嚟专业嘅保安人员嚟同大家倾下行内嘅秘闻同埋都市安全隐患。究竟啊，枪械喺香港嚟讲系咪真系离大家咁远呢？遇到揸波龙爪手嘅时候，大家又应该点拆呢？吓，原来兵叔都会俾人性骚扰。发现嘅兵叔系日本勇闯小黑屋，究竟有乜嘢奇闻呢？猎人们，留意今集全职猎奇。